这个幻觉自己是一个学驾驶会做的事情，看手势。来看看。九坑街是哪里？九坑街就是我以前上学的地方，在昌西生南路。那很长吗？是啊，捷运很长。为什么捷运很长？因为捷运有很多很多乘客。哎，我捷运很大。因为有很多乘客，来，你去站好，站旁边抓好哦。